可以包好久哦，鼻屎。那他是那手手呀手。No， 我要萌翻了，他就是贪卵耶。他怎么那么乖？我们今天集合要一起做地毯，地毯的部分。选了一个 Brokey 的脸。你选了什么呢？啊，你在这里。好，头顶好大哦。很可爱。很可爱。就很可爱。你要做什么颜色？我在想，就是想可能紫色、粉色之类的。哦。我在想。那我的会不会太幼稚了呢？它的那个就是适合你。Brokey。但我只想要最简单的，我怕太累。哦。懒人。做脸，我就白色、黄色、黄色、黑白色，就我是这个。哦，然后只有五官，只有五官。这个是熊猫吧？也可以这样说啊。哦，我不能当你要做长毛型的。没有，我只要做他的脸。那你那个，哦，你的四肢，因为他说四肢很难，对啊。我现在练核心。你再手一点。哇塞，太高难度了。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样。你是毕卡索。这只狗啊，四狗四舍啊。四高四舍。想说什么？我的看起来好简单哦。我的也看起来很简单的哟。这个姿势超简单。就把两卷毛线从引线线右手边往左慢慢靠到它，再往上绕一圈挂，像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。OK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还用这么说的。太难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技术，滑稽的人做滑稽的东西。陈明就很可爱。好难啊，你怎么不行？我好像弄好了。我想问这个黑色是不是太快？不会啊，这样刚好吗？因为你试的比较慢，所以 OK。我觉得你试的蛮好的，没什么太大问题。耶！我很像发型师哦，这样子，超疗愈的。你在挤炼乳吗？我以为要用很多，你看你真的太厉害。像柔中就不用挤了，我都给他了。真是感谢。哎，好突然就好了，以为你们用很久。好可爱哦，黄棕白。鼻屎，鼻屎，鼻屎，你听到了？鼻屎，鼻屎，鼻屎，你们就听到了。我好像有用点开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你介绍我的玛格丽特披萨。好像哦。没有，它其实是柚子。为什么是柚子？因为是跟小果酱的本名有关系。柚这个字，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小柚子，以后可以放在旁边。奶油中，我也是。就是我要送给我妈的生日礼物，所以这是我的第一只狗琪琪，第二只狗 baby， 第三只狗 QQ， 跟我的狗罗根。哇，好可爱哦！这是我跟超像的，真的吗？好可爱。耶，好好玩。我做的就是。这是他的 QQ。
我的是这个蝴蝶，蝴蝶。我一开始本来想要就是做简单的，结果没想到根本就超难做，因为太多弧线了。要做它弧线比较难，没错。然后再拿一些闪亮亮，对，很可爱。今天大家的成品都好可爱，好棒啊，好好玩哦。我觉得这里就是，就算美术不太好的人也非常适合来制作，因为很简单，做完成品之后又会非常有成就感。老师会一直很有耐心，对，而且随时关注我们在做什么，还有两只可爱的小猫猫在那边，就是奇怪怪的事情。他们好奇怪。订阅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，请按下订阅。还有我的。